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我就请到了各位帅哥美女们，一起来玩这个叫谁是卧底的游戏，会有一个卧底，一个白板，其他是平民。那么现在呢，就会由我们的昆虫呢，先把板子排在我们前面，我们看不到板子前面的字是什么的，看着看着就明白怎么玩了。你要换吗？不要，不要换吗？ Okay, 我大概了。亮亮，如果你要换我的亮，我又没怎样换。我要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换。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换。哎，我都不要换，我要换吗？可以，还要换是可以换的。平民先看他的板子，我们看左。哦。OK 啊，看了啊。OK， 好了。好酷哦。OK， 可以。OK， 现在大家都验证了自己的牌。从 Kingin 开始，形容一下你的板子是怎样子的？17岁的那一年。哇！来，李旺。我的中学。哦，你的中学不是我的中学，我的中学。我可以讨论，不可以讨论， okay, 不可以讨论。讨论。拜拜。你很紧张。形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16岁的那一年。打我！爽。爽。啊？哦，我大概知道那个什么了， okay. 应该是伤心的最近的。哦，这个捧到人了，最近经验过的。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。这有可能是你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有可能你没有，所以我们这一场就要淘汰一个，是吧？对。以刚才我们这样子讲了，我们要淘汰徐文啊，徐文投不掉，很有可能是白板，我们是白板。在你是啊？在你是讲冒爽啊，爽。爽，我觉得可能哦，对哦。我问你们的有爽吗？你们的没有爽。我的没有爽哦，我觉得。哎，你投谁？投你啊！你投谁？林尚静，你。就是你来，上镜啊！第一场就被踢出去了，是的啦。OK， 来，裁判决定，好人胜利，耶！哇！你的应该是初夜，就是初夜，我就觉得是初夜。初夜吗？初吻，快出门！我还以为你是初夜。谁要换？不用了，要换一下啦。换一下啦，意思。我跟上镜换哦。OK。我自己换。我给 Kingin 跟 Gaston 换了，可以啊。过后我再给杰毅跟李芳换了。自己换到完了。换了。反正不用行的话，我都没有看到。OK， 可以啊。可以请闭眼。不相欠。OK， 看完了我们的第二场的牌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。我讲是一种职业，很安全啊，这个。我从经验中学习。空姐，马来西亚有的。马来西亚有的。哇！什么东西？马来西亚有的。OK， 在广吗？他的工作充满压力。哦。不要看。男女老少，大小都可以当个职业。哇！这社会需要的。什么？乙方出啊？白板。碰碰。哇！好酷，我们嘞。我觉得要有天分。OK， 一轮两。我觉得有一点问题啦。你是认真想一下。天音头。Karen。李邦川。哇。男女老少哦。不是因为你这句怀疑你啊。李邦川。Karen。邱文，你要投谁？天音是白板啊，是白板，我不要投。我会投 Karen。这样他们是 YouTuber 哦。其实投 Karen。这两个我是不一样啊，男女老少不能认识的哦。我是因为他讲，对，好啦，看一下，我们多数的票都会觉得 Karen 是卧底。男女老少没有错，错在你反对我。OK， 来这一轮投 Karen 对吗？啊，可以投胜利哦。他太聪明了。调整一下牌子吗？没有，直接开始吧。我很喜欢调整的啦，调整才好玩嘛。我跟上一条 ，OK， 我是我的，跟你要再调整一下。我觉得都 OK， 因为是你的就是你的，对，不必追求。啊，你这样子讲，我就给你一个礼物换一下了，怎么问题 ？OK， 大概这样子啊，还有谁要调整吗？来，补两刀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满意了啊，谢谢你耶。漂亮。
Wow, wow. What is this? Oh, OK. 哇，学人学到哪里？学人书是一个职业。啊，来，是不是社会都需要啊？对，是社会的需要。见过一次，他这个月见过这个职业一次啊。要读大学才可以做这个职业。哦，他可以救生命了。哇，这样子太明显了，这个人去世了，已经上天了。啊，不是下地狱的意思，因为他有做好事。是很好的。他的工作充满压力。又是一个压力。你什么都是压力啊！哇，这个有点难哦。我投一万先。啥？伊文的资格我不一样。没有，对，没有，我真的见到一次。我知道，因为照讲你不应该见到他一次，如果是他的那场的话。可以弃票，不可以弃票。哇，这个你要多分哦。郭水，我弃票，没有的弃票。他投伊文，他不敢投了。你投我，你投我，你就马上就可以给他。我投你，他投 Gaston。我投伊文。Gaston， 软的。Sorry， 我投 Gaston 吗 ？Gaston， 我不会投一波了。Sorry 啊，这样就是三个吗？一二三，还有 Gaston 的嘞。哦，投一波，我是第一个投一波的。所以一波四票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One 死掉，所以就去我先啦。形容一下。他们要穿那个白袍啊。白袍。白袍，其实工钱不错。男女都可以的。咦，可以哦，这样子。制服诱惑。啊。他们要常常消毒，修过这一颗，我们顾客都会比较有信心。哦。我觉得给身上的制服诱惑。穿白袍的都可以的。给身的举手。全部啦。OK， 所以给身出。这是啥呀？啊？这是演出来的吗？OK， 来 ，OK， 来 ，Karen 先。工作时间很长，在他们没有公开的时候。当然，他没有公开的没有时间啊，你讲什么废话哦？他讲他们呼吸的时候，就会有空气跑进他们肺哦。他们的手指上面有指甲哦。可以讲到这样子，像讲到补膜，可以先讲一个。OK， 我说他们有时候会有 last minute 要去做工的状况，这样会比较 specific。手术刀。手术刀 ，OK， 可以接受。他在读 SPM 的时候，他要拿 Science， 要拿 A。哇 ！OK， 我再给。这个老师很严格，他要嘛就是很有耐心，要嘛就是很凶，明白吗？凶。明白。你说他之前很难搞的。要我投球文，你投球文，你投谁？投球文。KM。因为投我。因为你投我。我投球。因为我觉得嘛。姐姐讲什么？姐姐讲他要就很耐心，不然就很凶。姐多一次解释，给你机会解释，你不要越讲越差，讲都错过吗 ？OK， 我讲直接一点，女生多过男生，没有哦。哦，就记得。OK， 我知道了。到两都是错的。我们投决议，赢了啊！我们赢了，真的。耶！还好了七张，不过这次不一样哦，一个白板，两个坏人。四个好人，你们想要怎样调整这些班吗？我们这一局不要换吗？这局不换啦。我换 Gaston 跟杰毅就好，因为他笑嘛。OK。哦，我再换 Kevin 跟。哎，还是这可是换完了。哎呀，一定要换的。我又跟你换了。OK， 你再跟我换。你又跟邱文换 ？OK， 来，我再跟邱文换。就是要换的，没有 OK， 这样才好玩，这样才会看他啊，他本来死了，过后没有死去。哎，我不喜欢这个人，我要换他一下。来，跟我。OK， 来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，不喜欢。不是鸟。哇！什么鸟？鸟哇，这个。OK， 开会了，我讲啊，碰碰。又碰碰，说什么都碰碰呀！有在偷啊！有啊，你想来？长辈。长辈 ，OK。这是一个称呼。今年的时候会看到。要尊重的。要尊重的，很多的爱，可以讲几乎每个人的家都。哇，这个骗自己。我觉得三斤。过年的时候。怎么会过年看到？才过年才看到。让我偷你，偷啊！三斤，我偷三斤。因为过年大家团聚啊。偷三斤。这个不用团聚也可以。但是你讲的，这不用团聚也可以。但是你讲，I think we are friends， 不用团聚也可以。We are friends，
新年的时候会看到，因为我们会拜年，会去不同亲戚那边啊，所以会看到很自然。还是你哦？还是我？不用紧，不用紧，我们可以。头上金的举手。来 ，Kevin， 还是你真的？你讲了，因为你讲，人家补多后面那句还是你，对不对？跟出来。哎，上镜头没有上镜头。啊！我被投出去了。好吧，最后一场被投出去了。你看你，他没有表情的。你们一定后悔的。在巴萨都会看到。哦，哇哦。皱纹是女性，很潮的。反应开始迟钝。有白头发。Yes sir。Yes sir。怎么？全部投 Gaston， 对 ，Gaston 欢迎过来，欢迎过来。我猜错啊，来过来坐。这个人呢，不一定是结婚了才可以被称呼是这个字，他单身也是可以称这个字吗？哇，好难啊！可以称呼我妈妈？什么？你是称呼我妈妈？是啊。有时候他会给人家一种印象，他是来相夫教子那种感觉。相夫教子就是来比较家庭主妇的感觉，相夫教子那种，贤妻良母，比较像以窝那样子的。可是我认识的一些其实也没有这样相夫教子的感觉。你认识的他是比较不同的，有一些。你要形容一下，你感觉是啊啊的。所以我讲他不是相夫教子的，他是 bitch 啦，女孩子未来会去到的一个阶段。哇，形容得好哟！你投去问，投去问，以王投 ，Clarence， 你的形容那么好哦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你之前讲那个什么白头发，啊哈，就我觉得他还不需要白头发，是哦，就还没有到那个境界。可能他是白板，可能你的有白头发，那可是我你们有些白头发，就因为他就是白板，是吗？那可是我。Clarence， 你看照这前面的麻将皱纹麻将白头发。OK， 所以四个人一起投 Clarence， 耶，讲得很好。好人胜利，是我讲得很好啊，我觉得是他们自己要捉不到了，他们就可惜。好人胜利，耶！所以你们冤枉了我，所以这场哎，讲算，他输了都是。他被投比较多，被投是什么？代表他们去到追尾哦。啊，他最常被投出去，就最不懂的时候还可以。你要讲惩罚哦。等下给上请问是甜点。没有，没有。我们荧幕上也是要一点点啊，我们就拿这个狂打哈，一个二十秒，或者十秒，好不好？我要挑战二十秒没有表情的。1、2，不可以有表情啊。3、4。观众们，你们觉得你们还有什么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惩罚？你们可以留言给我们讲。你们想看什么惩罚？对，不然我们有些惩罚又很像没有代价，有些惩罚又很像太无聊，对啊，你们又不开心。对对对，所以你们觉得有什么好的惩罚？你们记得留言给我们说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按我们头像这边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记得打开小铃铛、点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期见。我母处。